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途锐的全新造型中场发动机。右上角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初装是 RE， 这次我们走的是一个暴力的初装。待会我们会说一说为什么出这些装备了。而左下角呢是我们的贴图以及我们的 IG。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 IG 呢，也可以了。虽然里面比较多都是一些日常的绯闻，那应该透过标题呢就知道我们这一场的输出非常的高。多亏我们这套初装，我们这套初装走的是高魔穿跟高魔攻，专注提高图人在前中期的表现哦，我们的爆发伤害。如果你也喜欢玩图人的话呢，请我们影片点个喜欢。这次我们希望可以募集到666个喜欢。那这边呢，我发觉地方有一个空档哦，木匠就往下路移动，因此我们快速把这个小野怪偷掉。他们的洛克呢应该是从南开哦，这时候差不多过来。偷小野怪之后呢，我们去找艾莉哦。艾莉前期的魔防呢是非常低的，我们二技能命中，然后在三技能被动，是你的手杀。这边艾莉确实有点悲剧哦，毕竟要遇到我们的时候呢是满血的，而他唯一的优点呢就是有位移，当然我们图伦刚好有位移。而刚好我们也顺利有预判他的技能，我觉得呢，官方还是应该稍微的把艾莉调强一点点哦。在这个版本的艾莉呢，基本上克里斯一个一技能一个大招就可以把艾莉杀掉，毕竟艾莉人那么的脆皮。那这边我们先快乐的叠被动哦，不要想伤心的事情。伤心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那个莫拉的造型呢，我们是买德国，结果德国竟然被韩国2-0。那这边我们有点伤心哦，先找地方爱丽丝小萝莉来出出气。那其实我并没有针对小萝莉哦，不管谁参赛过来，我们都会先杀那个人。找了一个机会呢，连地方的牛魔王一并带走。这时候我们输一个二技能都没了哦，结果我们的四个人竟然冲了上来，非常感动哦，一个舍身救君子的概念。在队友同伴们的协助之下呢，我们顺利反杀。反杀完呢，刚好还有一个蓝重生哦，这个蓝我们就要收下。OK， 这边图伦有蓝呢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图伦还真的蛮需要蓝的，毕竟我们很需要魔力跟冷却时间，有了蓝呢我们可以一直关我们的一技能二技能。这边一个精准的普攻成功拖到敌方的蜘蛛哦，这里我们竟然被隐形的什么东西晕眩到。注意一下我们的四个人呢，这边有点麻烦了，敌方洛克已经过来，我们尽量帮忙他。由于我们有红 buff 呢，我们普攻是有缓速效果的哦，这边敌方的洛克被我们还得不要不要的。最后我们的 CK 的成功活了下来，刚刚他在下路救我们一次呢，我们也要还他一个恩情。这边呢我们是血量精算大师哦，我们算到敌方的血量呢刚好可以把他打成一滴血，然后再走开。只是那其实我们没有杀他，如果杀掉他的话呢，只是让他回家泡个温泉出来，可是我们把他打到残水呢，会让他们心里留下一个无可磨灭的阴影，这样子他就很怕我们哦。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要这么想的。这里进洛克呢，其实还是有点小麻烦哦，毕竟如果被他贴身的话会很痛，而我们突然的输出呢也是需要贴身的，所以我们要杀洛克的话呢，最好等他用完大招，不然呢就是跟我们队友一起集合把他打死。然后终于没蹲到人了，我们打算去下路帮一波。这个牛魔王应该可以抓得到，先二技能把缓住，再一技能大招，最后顺利击杀敌方牛魔王。可以追到我们每一波资源呢，都是有赚到东西的。这时候敌方蓝也差不多重生，结果看到一个女奶神，敌方的木家爵，这边我们想优先击杀木家爵哦。哦，木家爵一定是带很多血量跟庇佑，每次都剩一点血没死。如果收到木家爵呢，我们刷新我们大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这个蓝也是由我们吃下、哦、非常可惜。装备部分呢，我们是出典型的图伦魔攻出装。而最后一件呢，为什么要出寒星冰杖？因为现在冰杖呢有加 5% 的跑速，还有加800多的生命，生命跟跑速呢都是好的属性哦。额外的缓速呢可以让我们的一技能变得更加的麻烦，让敌方更加讨厌。这边我们看能不能再反个野怪，这个地方野怪呢快要变成我们的专属野怪了。这里我们击杀参与呢是7个，总数是8，所以我们的比数应该是90几%。
快速把钟乳石先清一清，就要你放洛克。洛克呢，由于他腿比较短了，但他是跑得比我们快的，突然的跑速经过了消落。这边要叫瞬移，我们叫一堆瞬移逃开呢，是不是要给他镰刀哦？被他镰刀呢，我们小明就不保。这里我们带来是锦呢，锦是需要蓝的英雄哦，我们就留给我们队友。哦，抓到敌方木加爵，小丑一踢顺利把他踢死。小丑虽然他无敌被拿走呢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哦。由于小丑的技能描述也没有写呢，相信很多玩家是不知道以前的小丑，他大招有无敌的效果。这边我们先帮忙集火呢，收到敌方的洛克，然后并带走敌方牛魔王。洛克比较怕的呢，就是高的爆发，把他护盾打破。而刚好呢，我们是锦、小丑跟图伦三只爆发非常高的英雄，这个蓝呢就由我们收下。要不停补攻哦，差点被这个爱丽丝偷掉。哦，这个爱丽丝的走位有点失误了，因为她没有直接走回家。这样子我们一套连招配合我们的斯科德，顺利击杀敌方爱丽丝。目前呢，我们的击杀残余是11。最后敌方在6分钟投降人数。以上呢是我带着攻击型图伦的实战解说。由于敌方6分钟投降呢，今天影片有点短了，但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图伦玩的好关键。首先要知道呢，图伦是一个前期的英雄，到了大后期呢，我们真的没有其他英雄强了，我们只能远距离的使用一技能慢慢的消耗敌方残血的时候呢，再进去开大招。后期的图伦呢，随便一技总都可以比过我们了，比如莉莉安、罗尔、锦，甚至现在版本崛起的娜塔亚跟克里斯等等。图伦真强的地方是他前期非常暴力哦，可以追到我们前期呢，在两三人的时候就单杀敌方的艾莉。除此之外呢，图伦还有一个位移技能，在前期的位移呢是非常好用的，导致我们不怕敌方的刺客还是战士等等。像是娜塔亚克里斯呢，他前期比较不能去支援哦，如果被敌方大家抓到呢，基本上是死定了。而图伦则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多了一个位移。总的来说呢，图伦玩的关键就是前期要善用我们的机动性去支援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由于今天影片太短了，我们附上另外一场图伦进化，我们走的也是全攻击出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